跟他说吗？可是小二郎就不好说。这个是在屋里边。今天我弟要下课，谁不是下去我自己家？可听到没有？怎么吧？这个不忙呢。你想要得不够干呢？爹娘叫爸，家里人带门车，你弟要包车。进车。我看这边就是在那保养的，搞了那台包上车，就去那保养用的。你到公墓接了呐？到不接？领导嘛。莫卡多呢？老了，回家搞老李乱了。过年，那就不由我派去做好忙事情，这个干东西。不用嘛，要李姐搞起到车上哩。到不会考的。要李姐搞起木具，一直搞手工嘛，做木工弄嘞。咱们用几天有点简单，有不毛逻辑就通道路了。有点简单，你是什么呢？跟到就做些个呢。我两年，我们做些个一个苦干的。因为这个里磨到努力就是做呢。爹这些叫嘛，啥磨到不了切，磨到都是磨到得了，能啥切呢？爹，干嘛？你去做老呢？就是嘛，爹呢要叫啊，一时过几年呢，不听磨到打，不听磨到打啦，不听有了呢。我去包店做六年，但是就忙下不过年了嘞。二姐抢红，卡多个呢，卡几个呀？欧罗林顿，金娜。今年大了，根本和你姑娘也要出来啊！不是，哥有有年纪，哥没么搞嘛，那娘们的好护士啊，哥有理解了，哥没搞。那我们好这么说呢？
我家里叫做罗，是人的刚生，是用我那只。你咋不进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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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咋不进来
我是老师了啊，哪个都不念了，你给你包个布，都给是。某个木姐，走了。这叫个木姐呐？怎么了？顾氏子啊，要第二个就木姐，结果他那木，我是以前那他招牌嘛，木，有嘛木姐。这木姐他哪都给我洗是吧？木姐，我那木姐啊。我得木姐过来。你得去海。走哪？木姐呐？我今天木姐啊，找你木姐去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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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去倒立呀，过来跟我去倒一下，你要吃不来的，你讲咯。你有没吃？给我倒嘛。这里绕那么山呀？你等嘛。我没呢。哦，你等。你去倒啊？啊，你去倒。嗯。你在？你在干呢？你上天嘛？刚才不让上天。你上来。没，根本到这搞不包个呢，这个性格，本来刚才上天。嗯，我也只好搞搞下山倒水，那倒还开挂嘛。没。 我那去也去海去了嘛？因为我没钱，我把跟两个水星倒，再去打你来了，我拿来点跟两个水星交了。拿。嗯。我那钱呢？嗯。